现在小孩太嚣张了，我有一个5岁的侄子，他淘气，我打了他一下，他居然都对我喊，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？我说，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？他说，让他俩干一架呀。我也愣住了，问我哥，他爸到底是谁呀？我哥说，你疯了，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儿吗？我很讨厌上班早起，有一天我起晚了，怕迟到，打了个专车，上车发现司机是我老板，他看着我，你好像要迟到了呀。我说，那就看你表现了。还是迟到了，他扣了我工资，我给了他差评。我来上海很久了，我有一年春节没回家，跟房东阿姨两个人过年。别误会，他已经70多岁了。他看着我，小伙子，我孩子今年也不回来了，但看到你吃饭，我好开心。我说，阿姨，你也吃两口吧，就知道你儿子为什么不回来了。